只要有上帝在其中，不管是什么，我虽然现在不明白，我一点也看不懂，但是我相信上帝在你的引导，在你的统管的里面，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要叫我得益处。上帝说我要做新事，你愿意让神在你生命里做新事吗？在你的婚姻关系、家庭里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经济，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里，让上帝来做新事吧。但请注意，这里有一个次序，在上帝能够做新事之前，我们要先不纪念从前的事，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除非我们愿意放开旧事，除非我们愿意放下、放开过去的创伤跟痛苦，否则上帝很难将新事带进我们的生命里。我们都看过电视，我们都拿过遥控器，对不对？你不喜欢的节目就做什么？转台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有不想看的节目，没有关系，转个台就可以了。现在手机更快，滑一下就换页了。当负面的影像和过去又在我们脑海里面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刻转台换频道。可是很可惜的，有些人不但没有转台换频道，反而是搬了张椅子坐下来，而且准备了可乐跟爆米花，好像打算来看一场好戏。他们甘愿让自己再次回到旧的创伤跟痛苦之中，然后就一直想，为什么自己总是这么的沮丧、难过跟失败、不快乐。每一个人在记忆里都有两种档案夹，我把它称为一号档案夹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美好的事物了，装满了胜利与成就，装满了喜悦与欢乐的事物。还有一个档案夹，二号档案夹，就是过去的伤害、痛苦，过去所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坏事、失败跟打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活出美好，如果你想得着自由，就要把二号档案夹关掉，无论如何永远不要回到那里，不要回到50年前，不要回到那幅景象。如果我还要记得50年老是被打的那个景象，我怎么活下去，怎么走得下去呢？只要有上帝在其中，不管是什么，我虽然现在不明白，我一点也看不懂，但是我相信上帝在你的引导，在你的统管的里面，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要叫我得益处。基督徒常是往前看迷迷糊糊、模模糊糊，回头一看清清楚楚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现在很多看起来模模糊糊、迷迷糊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你走过之后就看见，哇，原来上帝你做的都是这么好啊，原来上帝你正在安排，你过去安排的一切把我带进今天的美好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相信上帝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神，他正动用万有要叫我们得益处。